四強，第三場蘇温聽屈。邊位啊？梗係拳王啦，等我去開門先。嘿嘿，傳說中的拳王，你比我想象中英偉啊。帶我睇下新咗嗰條佢。哦。就是呢一条啦，睇得出呢条咪寂寞的佢。我见到佢痛苦痛到浑身是筋，我就忍唔住叫起来了。啊！啊！哇，好多垃圾喎！佢讲粗口啊！我投入唔到啊！佢讲粗口噶，佢梗系讲粗口啦！佢真系拳王嚟啊嘛！你知唔知我几辛苦先挨到佢嚟拍啫？吓，今次系超现实同现实嘅结合嚟噶，阿女啊！你知唔知呢个时势有几多部戏开紧？你知唔知？找一个女仔回来除衫是二哥找一个男人回来剥裤的、啊。每一个演员都有其对应的速度，而每一个速度也有其对应的独特声响。演员的身体毫不畏惧，能赤裸面对自己，面对演员，如流水般冲冲撞撞，撞上撞下。丹丹，喂喂，温东啊，你有空吗？啊有嘅，点啊？我现在好需要你啊！吓、啊，真系有咁急嘅需要？独家试佢，三场所有 take 二。边位啊？真系拳王啦！等我去开门先。小姐，你系咪想揾人冲锤啊？你就系传说中嘅拳王。比我想象中英伟哦！哎，小姐，快啲带我去睇下你嗰条失咗嘅渠啊！好啊。渠、嗯、王，就系呢一条啦！哇，一睇就睇得出呢条系一条寂寞嘅渠喎。咁点算啊？唔紧要，我渠王就系因为为咗呢种渠而存在嘅。嗱，等我而家攞少少架撑，然之后就同佢搞掂佢，吓、啊。嗯这个渠口好多沉积物，塞咗好耐咧，塞咗好多年啦。放心，睇住啦。见到佢痛佢痛到浑身是劲，我就忍唔住叫出来了。小姐，我嘅架撑太软啦，我要换个另一支。放心啊，好快搞定啊，抵埋落去。你帮下手啊，帮我揸住呢度，揸实佢，揸实佢。好啊，做得好啊，渠王啊，估唔到个背都好熟啊，啲剧本啊。多谢。好啦，跟住到下一个镜头，卖牙噶啦，啊，渠王同萧虎，你两个肉白相见，好激情嘅。啊，你，阿导演啊，我觉得咁快好似唔系好合情理喎。通完渠咪上床咯，好合情理啊。我觉得咧应该加一段调情戏咧，咁样会更加合情理啲。我都认为系啊。啲观众俾50蚊上嚟。是看场床上戏的啫噃 ，Bosco， 你话你唔要做俾嗰个吴清道的导演吗？拍三级片都可以，好有要求的。咁你哋有咩意见啊？其实我已经谂过噶啦，我觉得咧，我先要唱一首歌，咁啊令到呢一个角色咧，就佢会感觉到自己啊，哇，成个身软晒，咁跟住我去上床咧，咁啊合情理好多啦，系咪啊？嗯 ，good idea。
chu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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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um前人的好姑娘，快来跳舞，快来歌歌唱，快来跳舞，快来歌唱，姑娘姑娘，前人的好姑娘，快来跳舞，快来歌唱，我要同你歌词走啦。我好人呐、啊！哎呀，咳，好，过来。哎，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！得，跳完啦，嚟啦，上床啦。如果唔系咩艺术都搞唔掂啊，嚟，快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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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跑唔晒啊，吓，嚟啊，嚟嚟嚟，一阵我喺 action， 有咁肉紧，得咁肉紧吓，嚟啦吓。哦，啊，导演啊，我有另一个提议啊。点啊？有咩花神啊？咁得噶？佢做乜仲喺度？冇力嘅戏喎。快快通渠啦！睇多阵啦，好先。